这个是7月5号的种子，然后种到椰壳里边出的芽，然后是有茎，它开的花是那种下垂花，对，哦，红花绿嘴全垂，然后你看它这个题库的一太片小吸引叶，了，嗯，特别特别的窄，对下那一颗，我给你拿下来这一颗，精细精细的，像比韭菜还细，而且你看它这个根儿。它根对，部的话，根儿都是这种小细的哈，根毛都是比较小细的，看，所以所有的花都是从一片叶开始慢慢养的。今天是8月20多号，也就是说是一个月，哎，7月5号，一个半一月个半月。啊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。题库。因为当时吧，天热也没那什么，就是我随便就撒上去的，没有那个一个一个往上摆。6天。这小根儿下的，反正它这个根儿也比较细哈，对，小根儿也比较细，你看这这，就是你品看种这个问细题。格太长了，这样式的话，嗯，你要是晚的话，摘的话不好摘。对，就不好摘了。嗯，这是有茎啊，属于纯国外的一个品种，然后开的是夏花。槽，这是恩格姆，它是绿嘴儿。也是夏花，对。绿嘴儿绿度特别多，红花绿嘴，然后哦，一半绿一半红的，然后你看它这个，这这个种子的话就好大，好大，然后这个的话就再等等啊，这个也是，这绿嘴儿特别漂亮，哎，这边再等2天哈，也都提裤了，也是7月5号一起上盆的。从椰壳倒到专用土里边啊，就正常大家下单的花土的话，栽种子都可以的，可以尽量给它抽穗一些，因为都是扶好的。然后这个栽完了之后，它就长得快了，因为纯椰壳是没有任何营养的，只是让它下下来新根儿。开春的时候，这个有茎的话再分盆儿，然后一颗一盆儿就可以了。